市的草莓粉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真正在夜市里面比较常常吃到的叫做米粉。那同样，看它的价钱。对啊，我也是觉得买这么贵，差不多哈，也就是说我们花1块钱美金就可以享受这些东西。要熬很久啊，这个是台湾小吃，等一下吃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出了台北以后呢，米其林是每个城市都有，到中坜呢，还有它的有名的观光夜市。